虽然成功保住了 EUA， 但从补件到审议结果只花了短短7天，夸张的是，这竟然是政府帮忙高端赶作业。高端声称要九成保护力的报告，竟是疾管署帮忙做的，庄仁祥坦言，疾管署拿全民资料进行大数据分析，再送交食药署专家会议审查。你拿人民的资料去替他交报告，也是没有用，因为全世界要的是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报告。蔡政府一路为高端打开绿灯，专家说从头到尾都不合法。如今连要求补件的资料都是由政府大力帮忙，丝毫不遮掩为高端护航。是否能够用在老百姓身上，必须要先检视。这一家疫苗厂能否提出完整的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？当初政府就是纵容高端疫苗，只有 1.5期的临床试验就给他这个EUA，当然是一个违规的行为。尤其审查委员名单不公开，工卫专家金传春认为，越是让人民起疑窦。而原本说要审查一个月，卫福部却加班赶在市长辩论前夕公布审查结果，哀轰蔡政府现在为了就选情无所不用其极。政府帮他做这个事情，只是为了要应付选举， 或者是为了圆谎，卫福部发动好几个署来为一个私人厂商来护航，来想办法让他过关。这个是我们中华民国药政史上最黑暗的一天。世界各国的所有疫苗都没有政府部门来帮忙做，唯独民进党政府执政下的台湾官官相护，无论如何就是要让 疫苗能够过关。高端真正的保护力有多少，人民始终不知道，只看到政府频频为陈时中解套。记者周千杰、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，包含孕妇、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，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、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